各位 My Radio 的听众 D 架报读者，你们好。My Radio 和 D 架报的 YouTube 频道在近期屡受黄标打压，令到我们广告收入大减。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和 D 九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，突破黄标言论审查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。请支持 My Radio 和 D 架报。提提大家 ，My Radio 同《癲狗日報》嘅月費而家已經可以用 PayMe 繳付，大家可以掃描畫面嘅 QR code 或者輸入畫面嘅電郵地址繳費，多謝大家。嗱，翻嚟第二節啦，未講個正題之前咧，就有套戲咧，就我聽講好似近排上嘅，就叫馬里。哦，未做，下個禮拜上。下禮拜上。嗰個係叫做《鬼船馬里號》。嗯。啊，我剛剛都睇咗嗰個招待場。你啱睇咗啊？係咪？係咪後邊呢只船啊？唔係，佢唔係呢個船啦，呢個正宗正宗嘅馬里船。不過佢咧就係應該係講呢一個嘅。係。咁我因為我都未做去深入嘅嗰個睇咧，因為如果佢呢個原裝馬里嘅船，嗯，嗰個船頭。嘅嗰、那個即係嗰個船頭尺啊，嗰、嗯那個位嗰度咧，嗰、那個像咧就即係依個電影嘅馬里號咧，因為嗰個係一個帆船嚟嘅，嚇唔係依個大帆船。嗯，如果係一樣嘅咧，咁啊即刻成個個古仔咧就唔同曬啦，就應依、這個誒唔係而家嗰個古仔都好勁嘅，因為而家個古仔佢都你會睇到佢基本上咧就係講緊海洋的心。嗰啲故事嚇，即係大家即係航海的恐懼啊，即係嗰個嘢係同海洋、英國啊、美國啊嗰啲嚇，呢啲叫海洋文化係好有關聯嚟嘅嚇。咁、我哋首先要即係講講即係簡單個故事啦，因為個遲啲我哋都要講嘅，呢個係好經典嘅神，即係喺神秘事件入邊咧。係我哋又唔知點解我哋咁多年做咁多年都冇講，因為可能太普及啦。嗯，咁咧就一隻船，嗯，就俾人發現。美國船嚟嘅，就當發現呢隻船嘅時候，呢隻船係空嘅，係冇釐頭嘅。嗯哼，係。咁跟住入邊睇入邊咧，就又唔發覺好凌亂喎，又冇死屍喎，乜都冇喎。嗯哼。咁、那個 logbook 咧，即係嗰個航海記錄就喺十日之前嘅。咁呢隻船就漂一路漂咁啊。咁呢個就係講話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到依家都解釋唔到入邊個船上面究竟發生咩事，發生過乜嘢事。嗯哼，係。呢、這個就係嗰個我哋而家一直都睇咧，即係講鬼船啊嗰樣嘢咧，好、多個概念都係講緊呢一隻船。咁、樣就因為鬼船呢啲事件咧，喺嗰個海洋或者即係其實就好多嘅，成日發生。我唔知道就算近年都好似有㗎。即係話近年，即係話講緊嗰啲好大隻啊嗰啲現代船咧都發生過有鬼船嘅事件啊！係啊，咁樣就突然之間咧，你會譬如嗰個船可能航行到某一個地區，突然之間咧，你又發覺咧佢失去咗聯絡，失去咗聯絡之後咧，去到後來咧，當你揾翻嗰個船嗰時候咧，就係嗰個叫做係個船主啊，同埋裡面嗰啲人咧不知所蹤。咁啊，呢個咧就往往成日都有，同埋係變成咗一啲事件咧。好多人啲記錄咧，即係不斷喺度想揾啊，究竟發生咗咩事咧？即係咁樣。咁而呢個馬里號咧，呢個又最大嘅嗰個謎咧，就係因為呢架大船嚟啊嘛。啊，同埋嗰陣時殖民時期咧，個裡面咧都好關鍵嘅馬里號嚇。咁佢裡面咧，呢個叫神秘嘅事件咧，到今時今日咧，即係大家都其實揾唔到嗰個因由啊。同埋從嗰個線索裡面咧。裡面睇到咧就係佢應該係發生咗有一啲我哋一定要記得嘅、一定要記住嘅事件嚟嘅，因為嗰啲事件咧可能咧就唔單止係一個叫意外嘅，可能佢裡面咧就有啲咧，即係譬如可能對航海業裡面嚟講咧，就當咗佢會唔會有一個叫叛亂咧？有冇一個叛亂嘅事件之前咧？舉個例，譬如話係突然間殺咗個船長，係咁啲就殺佢嗰啲水手咧，就全部走曬，係走曬嚇，佢可能咁樣嚇。咁有好多嗰啲因由咧，佢哋咧即係嗰個叫航海嗰個記錄啊，尤其是西方咧，你會睇到咧嗰個係好關鍵，就冇即係冇咗呢啲咁嘅記錄嘅時候咧，個 file 點都唔會 close 嘅，即係唔會就咁
過咗轉咗去嘅。咁啊，呢個咧就叫嗰啲叫案件咧，有好多時有啲特別嘅案咧，一直以嚟啊，即係成個世界咧都對於一啲案就唔好將佢咧咁容易啊定咗佢，同埋咁容易咧就將佢咧就擺埋。咁樣樣嘅最大嘅因由嚟嚇，咁樣就所以咧，即係譬如呢件事件咧，就引申咧。如果你講話嗱呢部電影咧，就嗰個馬利號鬼船馬利號咧，就下個禮拜做啊。咁啊呢個禮拜都係有一部叫神秘叫罪惡島啊。咁啊罪惡島嗰度咧，就我都幾特別推薦嘅嚇，因為呢個罪惡島呢個古仔咧，就係都係一個叫真實嘅，好似同呢個事件都係好接近嘅。就係講咧，咗1900年嗰時，喺嗰個蘇格蘭就對住嗰個西北嗰度咧，那個七個小島咧，即係海角天涯嗰套戲都有拍嘅嗰、那個嚇。對住嗰個小島嗰度咧，其中一個島裏面咧有個燈塔，咁、那個燈塔咧裏面咧就係嗰啱啱嗰年啊12月1日嗰陣咧，就係啲人啊發現咗嗰個島裏面嗰3個燈塔嘅嗰個負責人咧。就不知所蹤，但係喺佢裏面就留低咗好多啲線索咧，就好似有啲叫搏鬥嘅痕跡嚇，同埋佢哋咧即係又應該就冇出到冇離開到嘅，因為佢哋嗰啲防風衣啊咩嗰啲全部都喺度留翻到喺度嚟嘅嚇，咁樣就喺嗰度咧，依個事件咧到今時今日咧都仲喺度咧，大家喺度咧好似 JFK 咁樣調查緊嘅。唔係嗰個其即係好拗緊一樣嘢，就係究竟佢哋有冇救，因為佢一船就漂流過嚟啊嘛，係就沒有金噶嘛，係。就嗰個即係漂流嘅人就話佢發出個 SOS， 但係個燈塔冇回應啊，係咪咁樣啊？係嗰、那個唔係嗰個佢最關鍵咧，即係呢個佢就跟依件事件咧裡面咧，當時咧就有位詩人，佢作咗一首詩，佢嗰詩咧就係將有兩件嘅事件咧就拼埋咗在一齊，啊，佢拼埋嗰一齊嘅最重要咧就第一呢、這個燈塔裡面咧嗰啲人見咗，第二咧就有呢架船。咁依架船咧，佢裡面咧就其實基本上咧，裡面得翻一個人嘅啫。咁而嗰人咧就講啊，佢曾經咧佢嗰個都有啲問題咧，但係佢有發過信號去依個燈塔嗰度，但係個燈塔咧就冇回應。啊，咁樣就究竟咩事咧？咁啊，但係呢首詩咧，當佢寫咗出嚟嗰時候咧，大家都覺得咧，因為呢個作者咧，佢利用呢首詩咧。就將成個事件好似我哋蘇東坡見到 UFO 咁樣樣咧，就記錄咗落嚟。就變成咗一個好神秘學裏面咧最關鍵嘅一首詩嚟嘅嚇，咁佢裏面咧即係除咗講緊呢個神秘事件之外嗰時咧，佢亦都提及到咧，因為燈塔咧對於一個叫海洋人裏面好緊要嘅，當你喺個大霧之中啊或者風雨之中咧，你見到嗰個燈塔嘅光，咁你就知道咧，你已經接近到一個叫做係文明嘅地方啦。啊，咁可以喺度出嚟，咁啊，亦都對比嗰個島咧，佢裡面咧，佢就係法國嘅嗰啲燈塔咁樣，佢全部抹得好乾淨，有啲嘢處理得好好，但係何解依三個人唔見咗咧？即係咁樣樣嘅。咁啊，另外一個船咧，嗰、那個咧就係都講啊，當一個在船上嘅裡面嗰度咧，你縱使你有黃金啊嘅時候咧，你遇到個爛嘅嗰個時間咧，嗰啲金對你有冇咩有冇價值？金係唔值嘅，係啊係啊嚇即係所以咧，即係成個佢依首詩咧，就將呢個事件咧就升咧咗一個叫神秘學嘅層次。咁樣就以我所知咧，就即係歷嚟咧就好多人啊，或者好多古仔咧，尤其是英國嘅嗰啲故事啊，都揸住呢樣嘢嚟做一個題材。嚟發展咗好多啲故事出嚟嘅，咁啊尤其是咧就最多人講咧，因為一講起呢個嗰時候咧，啲人都會講話點解呢部戲咧就咁得咧，就係因為咧就係之前咧就係有個電玩啊，就將呢樣嘢做咗出嚟，咁啊同埋咧個 Doctor Who 嗰個電視劇咧就揾咗呢個咧就做咗成個 season 咧都好受歡迎，咁啊佢咧就話佢哋遇到啲乜嘢嘢咧就有好多個説法嘅。包括咧，就係咪遇到 UFO 咧，都講埋，或者係海洋嗰啲怪獸啊，咁都講埋。深海怪獸。咁佢裡面咧呢一個咧，咁佢都亦都講咗好多咧。你如果你睇嗰部戲咧，佢裡面咧，佢其中有一段咧，即係講有啲人，譬如咧海洋咧有陣時咧，譬如嗰啲人咧，佢好懂得一種方式嘅嗰啲方式，尤其是叫行刑嘅方式咧，海盜嗰度學到啲翻嚟咧，就係嗰種方式咧。係連嗰啲叫陸地嗰啲人咧，都唔識嘅一種知識
嗱，譬如佢如何令到你骨折啊？嗯。咁然後佢嗰啲講嗰啲骨折咧，令到個骨折咧嗰、那個嗰種技術啊，嗰種知識咧，係來於咧嗰啲海洋人咧有陣時食蟹啊。嗯。佢食蟹嗰時候咧，你點樣整碎嗰啲蟹殼咧？就會佢話有啲海盜咧就用咗啲方式，就揾啲繩纏住佢，然後扭佢。嗯。一扭扭完佢咧，就連一個蟹殼咁硬嘅嗰個都俾佢咬。扭碎啊！碎咗之後嗰時候咧，咁佢即係嗱，有陣時咧，佢係喺嗰啲海盜咧，嗰啲行刑咧就係綁住你個身或者綁住你個頭，令到你骨折啊，而致死嗰種痛楚啊，咁啊好強。咁啊呢部戲咧，你會睇到佢大部分咧都係都文戲啊或者咩，但係因為咧你睇到呢個主角咧真正戰狼啊嘛，大家都話呢部戲咧係呢個戰狼咧佢做咧就成套戲咧即刻唔同曬嘅啊。升曬咧咁嘅，咁啊呢個都係涉及到個叫頭先你所講嘅馬利號咧，裡面咧嗰個其中一個咧，即係關於即係喺海洋嘅地方嗰度咧發展到出嚟嘅一種叫神秘嘅事件，係、而係呢啲叫唔 close file 嘅一啲事件嚟嘅咁樣。咁講開即係海洋，其實就太多太多嘅神秘嘅不能解釋的事件，譬如說有水底的 UFO， 我們稱之為 USO， 另外就是神秘島，神秘島有很多個，有些就是純粹作家的一個想像，有些就是 真正的神秘島。神秘島 是怎樣呢？就是它在個地圖上面出現的，意思不是說一張地圖，是很多張地圖出現過，但你去找也找不到這個島。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講的，就是一個叫做 High Brazil 的島。何解講這個島呢？關鍵就是 Brazil，因為整個那個美洲的發現，在他們即在那個整個那個文明史裡面來說，美洲呢在西方人嗰個時期嚟講咧，係一個唔存在嘅一個地方嚟嘅。咁而甚至阿哥倫布咧嗰陣時佢去要去揾呢個島嘅時候咧，佢以為佢要去嘅係印度嚟噶嘛，India 嗰嚟噶嘛。咁啲心咧，佢去到嗰時，咁佢就發覺，咁佢問佢去到嗰度都見到啲土人，你哋係咪啲印度人啊？咁佢話：哎呀，India 咁，咁啊，印第安呢樣嘢咧就名正言順咧就變咗喺歷史上嘅嗰度咧，即係裡面嘅嗰個印記啊。咁啊，所以包括咧佢嗰個而家成日撞到 UFO 嘅嗰個佛燒咧，嗰個佛燒咧個名都係咁樣嚟嘅。因為真真正正嗰個 Brazil 咧，就唔係喺嗰個所在嗰個地方嚟，就唔係佢哋認為咧，就係叫做印度 India， 即係會去到 India 見到啲 Indian 嘅嗰啲地方。而係佢後來嗰度咧，去到嗰個地方嘅時候，分咗地嗰時候，就將佢依一笪地咧，就變成咗 Brazil， 用呢個名嚟變成。但歷史上係原本係已經有 Brazil 呢個島喺度嘅。南美那些地名呢就有意思的，就不燒那個我不知道，剛才幾度講過是不是對不對，但阿根廷Argentina是什麼呢？銀之地，銀之地，即是他Argentina這個就是銀來的，即換言之那裡其實他們去的時候找到很多銀，還有Maya，即瑪雅，瑪雅這個文化呢他哋都當咗，即係都當咗依個係一個即係印度同印度有關。Maya 就係印度嘅嗰個叫做係夢幻，夢幻之神，魔爺，夢係係啊，魔爺啊，所以因為 Maya 係咁樣嚟噶嘛，啊瑪雅係咁樣嚟噶。係啊，嗱咁呢個，而家我哋今日講呢個島係佢特別嘅地方咩咧？咁叫 High Brazil 啦，咁其實就即係呢個應該愛爾蘭話嚟嘅，即係我哋今日講蓋爾特嗰啲其中一支啦。咁喺愛爾蘭嘅神話入邊咧，佢就話呢個島咧。就每七年咧，都會只有一日，其中有一日咧就會現身嘅。其他時間咧，佢都係會俾嗰個霧風鎖住嘅。咁但係就算你睇到咧，都去唔到嘅。咁我諗啊，譬如中國講嘅蓬萊係咪係咁樣？係啊，蓬萊一個懸浮島嚟啊嘛。其實嗰個蓋即係裡面咧，你睇到佢哋所描述咧，都係相近嘅。不過咧，就有樣嘢唔同咧，就係蓬萊島咧。
佢裡面咧就即係我哋就向東咁嚟去揾噶嘛。咁佢而依個其實咪日本咧？有人都講話係日本嚟嘅，咁啊就照計咧就應該都係啊。所以咧即係呢個咁就不識我頭先講嘅嗰個罪惡島咧。那個就是蘇格蘭向西北所望的，即從冰島中間的一個島嚟嘅，七個島夾成嘅嗰嚟。咁而呢一個咧，呢個拔燒咧，嗨嗨拔燒咧，就係咧愛爾蘭就向嗰個叫做係西南，佢就應該係背向呢個英國噶啦，即係英國嗰邊嚟噶啦，就喺呢個愛爾蘭嘅應該係西面。係嚇。咁啊，一個好神秘嘅島嚟嘅，咁樣但係就計到佢嘅所在地究竟係邊度嚟嘅。咁啊，就最多人會提咧，就點解會講呢一個島咧？呢個 Hypersil 呢個島咧，就因為咧喺以前個航海地圖嗰度咧，都已經有 mark 好多好多呢個島嗰個坐標嘅，而一個坐標係啱，即係大家夾㗎，即係成件事最奇怪嘅。但係當然啦。講呢個島咧，就唔係純粹話係呢個島本身，因為呢個島咧牽涉咗個 UFO 嘅問題啊。就近排大家都再熱衷翻睇呢個聽呢個 UFO 啦，尤其是喺巴西嗰度咧，就糾纏到依家都未搞掂啊！即係個 UFO 嗰個問題。所以拔燒咧，即係亦都有最過癮咧，就係其實如果你講話最早嗰啲叫做係目睹。UFO 而係變成咗官方嘅記錄咧，第一單 case 咧就係巴西嘅，咁樣佢而家呢個其實大家而家都講呢個 Hypersil 咧，呢個神秘島咧裡面咧，就大家都其實都係講佢係同 UFO 有關嘅，佢係咪 UFO 嘅家鄉嚟嘅咧？我哋成日見到嗰啲咧，即係飛過嘅嗰啲神秘飛行物咧，原來佢嘅嗰個叫。最大的基地總部啊！佢想去邊度咧？咁樣係咪？好啦，嗱呢個 UFO 嘅問題咧，就唔係好似講一般講咁簡單嘅。佢件事咧就相當之曲折嘅。咁一翻嚟咧，我就講俾大家聽，即係嗰個羅羅起密啊，個關鍵喺邊度啊？好啊。